今天教大家折一把飞刀，好玩不伤人。15厘米正方形的纸对角折。把边折向中线，压痕压到折痕这里。其余的边折法一样。镊子角沿着折痕向下压，把角对折过来，下面的两个角对折过去，翻过来把这条边三等份折。把角打开向下对折，另一边的折法一样。把三角形打开对折到折痕，对折下来塞在里面，飞刀就折好了，喜欢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哟。